小平吗？今天我们不骑车，今天搭捷运，因为我发现从中和到三重捷运是直达的，而且在捷运车上，我刚刚发现一件非常难得可贵的画面。你们都知道 Nico 平常出门都一定会带一本书，可是我们刚刚在等的当下，发现旁边居然有一个小弟，那个小弟也在看书。你说他是看什么书？战争游戏。好看吗？有电影，超好看，难得可贵啊。今天到黑羽工作室呢，主要是跟一个最近算蛮有名的一位 YouTuber 合作。然后等一下黑羽会先开车来这边载我们，因为我们要先去吃饭。一上车你就可以知道是谁了，好不好？前提是他要来了。你觉得估计要等他多久？不知道哎。我先出来，会不会一出来就看到他的车呢？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。我们讲在几号出口等他吗？不是没有啦。黑先生，我在三号出口。我们就先去黑羽工作室好了。好，拜拜。他说他塞车还要很久，所以我们就先走过去吧，走去他家。走。黑羽，我觉得你这样真的不行。走。哇，是成吉思汗！看，一直以来都好想来，天哪！哦，进化综合活动中心什么？这边可以学拳击的意思吗？可，我们也想上车嘛。后面位置？没有，不用上车，我在这边。哇塞，隔壁哈，怎么这么热闹？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有偶像在那边。哎，那个，总算看到你了。他是胡子。给你们看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看到的影片。观众，一万订阅啦！我现在问你，你等黑羽等多久？我一定要问这个。我可以老实说吗？当然了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我的频道贵在真实。真的吗？好不好？贵在真实。没有，我在那边到处晃，我没有等到。你不要骗人，你这样子太谦虚。我觉得这样不 OK。我到处等，我到处晃啊。我拿着我那个安全那个盾牌到处打广告这样子、啊。这样我觉得这样不妥，你快点，你跟他约几点？啊，我在那边晃了20分钟，好吧。二十分钟啊。我没有等到谁，我在晃了20分钟。好，晃了20分钟，我在家嘛，他一定有谦虚，他可能晃了30分钟左右。今天因为时间有限，原本黑羽想要带我们去吃别的东西，结果直接在他工作室楼下就近吃了我家牛排。我们来看一下我家有哪一些 buffet 哈。首先这边有爆米花、餐包、烤吐司，很理所当然的，这边就是沙拉吧。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边还有什么东西哈，蛋糕、巧克力蛋糕很多，然后这边有咸食区，干这什么？居然还有韩鸡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这看起来好好吃哦，香肠。鸡块，这个是应该是类似关东煮的东西吧？欸，我刚好看到他拿薯条，薯条在哪里啊？欸，苹果醋、青色醋、茶，喝咖啡好了。我点的是这个鸳鸯奶茶。你也要拍？对啊，好玩啊。然后等下出来水从那边出来，完全没退缩。那这一幕就是明天的精华片段。哎，等一下，安安这样没了吗？太少喽。有，他是要加牛奶那些什么奶精。哦，你看，才真的有一点歪掉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再来一点就满了，不行了。
它的 buffet 里面其中有一道就这一个，看起来像炸的，但没有很清楚这道是什么东西。总之先夹一点再说。这个是鱿鱼，它不甜不辣哦。不是炸，它是有炸的吗？那好像有炸粉。炸鱿鱼，炸鱿鱼。我在这边补充说明一下，它其实就是炸鱿鱼，不过它做的方式是有一点像糖醋那个样子，所以吃起来就是有鱿鱼的那个 Q 弹的口感，但是又甜甜的，不会是咸的。因为吃饭的时间也不早了，所以吃完后我们马上就到工作室里面进行黑鱼今天要拍的影片。这里拉链是没拉？有啊。黑先生，你干嘛？你这有什么毛病吗？这防护嘴，这是胡子大哥做的。哦，胡哥，胡哥做的。胡哥挑的。这个名字已经被艾米直接要用怎么样？胡哥。哦，真的吗？是胡子做的。其实很硬挺。安全。所以你们等一下就是一个不安全。对，有了这个就很安全，应该吧？哪来的自信？黑宇，我觉得在这工作室还保持这个原貌的时候，你要不要讲些什么？也许一个小时过的话就不一样了。不会啦，你这还不在这里炸，我们又不是用 C4。可是，这个墙搞不好它就不见了。不会啦，我们又不是用 TNT， 对不对？打破这个墙不见了，我们也不用担心那个问题。对啊，担心别的问题了。快炸他！你刚刚说什么？没有，我什么没说。黑宇，我觉得这个人让我们倍感压力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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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好，他们在里面要开始做实验了。这边还没轮到你。你在这边祷告一下。俗称的残局。残局。接下来他们要在里面进行爆破实验，详细如何去看他们的频道。但是我让你们隔空感受一下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完了大概十秒就是。各位。黑宇他们今天录的这个东西会制造大量的声音，然后也有可能会吓到邻居。就是除非你跟你的邻居，还有跟你的所有的家里的人，全部都已经先沟通好了，不然绝对不要轻易的做这个尝试，好不好？我警告过你们哦。我们回到 vlog。你们外面很大声吗？楼上楼下都听到。那时候你去道歉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等一下处理。等我一下。坦白说，这一声爆炸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声。如果你们各位男生们有当过兵，有打过靶，那这个音量差不多就这么大。所以我再三的跟你们强调，如果你们要做类似的事情，真的务必务必要小心，并且跟你的周遭的邻居好好的沟通过后再做这个实验，不然的话不要随便尝试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你要靠我跟刘行开场，然后帮你介绍这个东西。对，没有没有。所以这个影片要放我频道啊。合情合理，合情合理。不是说叫一位女性进去，到底是什么概念？不要，只是他想强调你不是女性。没有，把这些女性当太多了。没有，我干嘛？我今天戴眼镜就觉得不是女性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完了。完全支持你中啊！我们两个一起中，好啊！不要张开你的手。奇怪，今天。黑宇。你知道今天是工作室，我们算第一次一堆人聚在这边录东西，你就不知道得罪多少人呢、欸？你说楼下住先得罪人邻居，然后你现在再得罪两个，影片出来会得罪各种职业。对啊，然后影片里要得罪各种职业，对，跟胡子说的一样。你们觉得可以吃几碗？你们想要几碗？这有六个、啊。他们的第一个爆破影片结束之后，他们接下来要拍第二支影片。第二支影片我就没什么太在乎的啦，因为那是黑宇主揪的，你们就尽情的看吧。
那因为黑羽的各种失误呢，所以今天录影实在录得非常的晚，所以他傍晚就要负责送我们大家回去。好，各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，因为黑羽拍片的速度实在是很快，所以不小心捷运就都关了啦。没有，捷运提早关了。对，捷运今天很早就关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点捷运就关了，我一直以为他开到两点，对不对，黑羽？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厚颜无耻？还好还行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黑鱼要负责送运送我们大家回去，然后胡子今天就要送回嘉义。再一次要送我回嘉义。欸，黑鱼好辛苦哦，你不是不擅长开夜车吗？我等一下送你到擎天岗。对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台北市埋人。哇，上来台北可以体验到这种生活耶。哇，好刺激哦。体验过蛮多事情的。胡子，你今天你们今天拍的影片什么时候会上？下礼拜五。下礼拜五，下礼拜五是几号？夜市吗？2425，25号，对不对？不是哎、欸，哦，不是吗？24号，24、24、25，24号，23吧？哎，礼拜五呢？24，24，好，已经过12点了。哦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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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，那胡子他们今天拍的影片呢？24，下个礼拜五就是24号的时候会上映，所以你记得点击资讯卡先进去，好不好？订阅一下。然后除了胡子，还有今天还有很多人来这边，还有林行跟 Nico， 我再详细资讯我全部都会列上。还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很可怜，没办法上车，自己走路去牵车的拿铁。我不知道黑鱼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朋友，但我也会放他的东西在资讯里面。那黑先生啊，黑先生大家最近看腻了，大家都很熟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明天今天的活动就结束了。就不要以后在我频道里面提到订阅黑熊的节目。没有没有，就是记得要订阅黑鱼啦，对，也要订阅一下。不用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今天的 vlog 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那今天弹药再细一点吧。对。哈哈哈哈哈。哦有有有。变成中世纪的步兵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哦。哦，好凶！哦啊，哎、欸，超可以，超可以，是不是？好，可以，很猛。